大家好，我是 Winnie 澳门鱼珠鱼包的 Olinga， 今日会为大家介绍一款营养丰富的 ABC 蔬果汁。 A 是代表 Apple，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。 B 是代表 Beetroot， 红菜头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。 C 是代表我们的 Carrot， 甘笋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，可以提高我们的人体免疫力的。当然我们还需要准备少少的冰水啦。以上这几种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啦。大家可以根据屋企榨汁机的后径呢，去将蔬果切成合适的大小。首先我们榨甘笋汁，跟住我哋榨红菜头汁，佢嘅颜色比较鲜艳，容易同甘笋汁融合响一齐。之后我哋榨苹果汁，因为苹果汁比较容易氧化，所以我哋都会摆响最后去榨呢个苹果汁嘅。最后我们会加一点点的冰水进去榨汁机那里，可以将榨汁机剩余的果汁和精华带出来的。喜欢冻饮的朋友都可以加两粒冰。那我们这杯美容养颜的 ABC 蔬果汁就完成了，大家都不妨可以在家试一下。